牛排。哎，这骨头太大个了。服务员，上镜。好嘞。都给我抢答了。造吧。哎呀，真烂乎啊！嗯、真香。哎呀，这牛是草原溜达牛的，你看这小鸡脖，看这小黄膘。哎呀，我说的嘛，这么香啊！看小鸡脖，吃的是不是老好了？哎呀妈，真香！哎，大草原溜达牛就是不一样。这瘦肥的里边有瘦的，瘦的里边还有肥的啊！哎呀，小黄膘，小鸡脖。啊。嗯。我炖俩半小时。真香。大草原牛啊，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嗯。草原，你答应我多少年了？我上草原玩去。哎呀，你是不是都不算数了？别着急啊，最近就安排，高低领你上趟大草原啊。真的？咱们上牛跟前去吃牛排去，行不行？我看行，我还以为你要说撵着牛吃呢。哎、不过该说不不说啊，这牛排真香啊！刚才我造了一大块呀、啊，我吃的可浪乎了。哎呀，嗯，真香。嗯，还有筋膜，看、啊，太香了，这玩意儿香而不腻。我忘给你买韭菜花了，其实这个蘸韭菜花更好吃啊，家人们啊。辣椒酱挺香。嗯，上酱，拿点酱来，慢点吃，不着急，懂你的，懂你的。儿子，我得给留完了。妈，真香，这玩意儿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家人们，感谢给我点的双击啊，感谢给我点的关注，谢谢你们。好吃，明天再给你做啊，明天给你做红烧的。我买一大扇呢，买一大扇呢，这刚切了四分之一啊。哎呀，肥瘦相间。嗯，这真香。嗯，这他妈给我邮回来的，当地咱买不着啊。正经的草原溜达牛，真是吃着就不一样。那肯定的，你看那些破小黄膘啊，刚才做出来我都没忍住，没有那么烂乎啥，我就吃一块了，我吃的话得有半斤多，是不是香？真香。那就像嗯，看这样有酱，干饱了这一块，这玩意扛饿呀。真香。点进的家人们，感谢把你给我怎么对待，感谢给我点点关注，就这嘴瓢瓢的，给你香拽了，这给我这掐了啊，别播。真香。